我们先评审一人一票，黄子佼。好的，我很喜欢龚维翰的声音，但是如果以功力来讲，我给全月。谢谢。全月，黄德林。Summer。全月。好，其实，在30秒当中，其实，其他的不用选了，因为龚维翰在唱的时候很紧张，其实这个紧张就会让你先到失败区，希望有人把你救回来。谢谢，谢谢，恭喜全月卫冕成功。好的，经过了一场 PK 赛之后，马上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挑战者了。他平常的工作呢是非常的紧绷的，因为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要接生，然后呢照顾很多很多很多的产妇。但是现在他要来舒压，用歌声同时带给大家更多的幸福。他叫郑欣欣，欢迎他。我是郑欣欣，是一位妇产科的住院医师，我的工作跟希望还有力量形影不离。有很多的生命经由我们的双手诞生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幸福透过我们的努力让它能传承下去。医院的工作是严肃的，但在白袍之下的内心可是有着一股热爱表演的灵魂哦。妇产部少女时代就是我最优质的医疗团队，在他们的加持之下，站在金牌麦克风的舞台，要帮我要当歌手接生下一位歌唱新秀。我妈推出长庚医院妇产科，来自星星的歌声，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唱喽！各位评审好，各位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自称地表最正的郑欣欣。对，我现在身份是一位妇产科医师，可是我从小到大就很热爱表演，那因为功课不小心好了一点点，所以现在是当医生。可是我这股追求表演的梦想就是从来没有消灭过，所以我恳求妈妈一定要让我在人生中完成这次的梦想，所以我站在这里。哇，你的功课好了一点点，现在就当医生了。像我们功课不好就坐在这里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郑医师你看起来很年轻哦，但你已经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了，所以我冒昧问你，结婚了吗？还没。哦，你很漂亮，有酒窝耶，那有人追求吗？没有呢。哇，因为去的都是人夫啊，也不能追他。那长庚的男医师怎么了？也是啊，我们科现在都女生比较多了。你们科都是女生比较多哦，浪费了这个地表最正的。没有，这也是功课太好的那个，是不是？我下辈子功课会烂一点。好的，机会命运，请选。机会命运，请选择。选择机会，机会。自称型男台客的戴燕青，个性开朗调皮，歌声却深情细腻，极大的反差深获评审青睐，目前已卫冕6周。我们来看看命运是谁。哦，吕小小。好，来，我们请戴燕青到台上。阿青，啊，这是郑医生。大家好，我是釜山雅治，我是陈雅，不好意思。那300位观众以及评审老师，大家好，我是陈雅。你今天是穿的最帅气的一次哈。是。焦哥说我们像釜山雅治的，所以今天就。好，焦哥的话你还是不要听的哈。不要听。来，请先坐下。好，谢谢。好，郑医生，今天你要唱的是什么歌？我演艺圈里面其实有一位大偶像，就是陶晶莹。我一直有个小小不切实际的梦想，很想成为她的接班人，所以我有发愿过，我如果可以站在这里，我一定要唱她的歌。所以我今天要唱的是陶晶莹的《年纪大了一点》，那里面的歌词跟我这个轻熟女，就是想追爱又不怎么敢追爱，也很像，所以希望可以把它送给大家，这样。哦，太好了，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老师好，嗯，然后今天就是我会介绍一下我的加油团嘛，就是由老师带队的，我们学校的那个首府大学的，我们经常进修部的那个同学们在那边，哦，欢迎，对，今天管理学习老师哈，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还在念书哦，嘿，我下礼拜就毕业了。真的、啊，然后就是同学们很有心，今天偷偷的跑去我家，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载过来，就是我阿布，阿布，哦、我们一起上电视了耶！ Yeah、今天，嗯、唱的是我们歌神张学友的《秋意浓》，请开始。心上秋意浓，一杯酒，情绪万种，离别多，叶落的季节里。这一首其实是一个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歌，很难唱的一首歌。这一生你很可爱，其实你年龄很小哎，所以你功课应该很好很好哦。妈妈有着急你嫁得出去吗？应该挺着急的。哎，好，来，志斌老师。
Yeah, 我觉得今天这一组表现得很棒 ，OK， 我非常喜欢郑欣欣你的个性 ，Yeah， 我觉得很开朗，而且很幽默，而且你的声音其实很特别，今天唱这个歌比原唱来讲呢，会听起来会比较顺一点啊，唱起歌来。今天有点可惜，你碰到戴燕青，戴燕青真的很会唱歌，戴燕青呢，他不唱歌呢，人实在是。看起来怪怪的，他一唱起歌来呢，真的就很迷人。而且今天选这个歌太棒了，这个歌，我觉得燕青今天表现的非常的棒。谢老师，我觉得欣欣很可爱，很俏皮，很自然。你常练歌吗？不太练哈，时间不多。对，你为了这次很认真，我可以确定你很喜欢唱。你在接生的时候会跟着他们一起唱吗？啊。我也很想啊，就他们很痛啊，我不知道唱什么歌。搞不好你一唱他们就不痛了。其实我太舒服，忘记用力就说不出来。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你喜欢唱歌，我确定，常练歌你就会更好，好不好？那我觉得福山雅治，我觉得你唱这歌技巧没话说，我觉得你很会唱。谢谢老师。透过几位老师的讲评啊，不知道台上的二位有没有感觉到说。这么听下来的话，应该是燕青这个必胜无疑啊。我倒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呢、啊，就说大家都这么看好这个欣欣了，可是分数上好像感觉会给这个燕青多过于欣欣啊。可是我觉得燕青今天还是暴露了一些缺点呢、啊。这个你的鼻音稍微多了一点，其实这个歌唱情绪、唱情感的部分要多过于你的歌唱技巧，我觉得你有点炫技了，燕青这个部分是你可以回来的。可以再加强一点。好，反而是郑医师的确，郑欣欣让我在演唱的时候，我蛮感动的。就是说，你除了带给我们希望，能够帮我们这个接生孩子以外，还能够在歌声中让我们感觉到，哇，你歌选得很好，而且唱得很有你自己的味道，很有你的情感。恭喜你，你的分数我给的多过于郑燕青，加油！谢谢老师。好，我们要打分数了，来听听观众们怎么说。谢谢几位老师，哇，这个袁惟仁老师加入我们没有多久，不过呢，能够提出不一样的声音啊，其实蛮好的哈，所以分数呢更加有玄机了，到底结果会如何？哎，我接下来要访问的这个同学怎么在二楼啊？哎，这位同学，你好啊，嗨，啊 ，Hello， 你是啦啦队的是不是？对，什么学校的？介绍一下，台大经济啦啦队，哇，掌声鼓励一下，然后他这。这也是功课还不错的哈，啊，也会运动。那你要不要赶快跟我们讲？因为下面的人可能受不了了啊，请说。我比较喜欢的是欣欣的年纪大了一点。为什么？那因为他这首歌主要的感觉就是要呈现一个想追又不敢追的心情。是。那楼下听到没？来追啊！哎呦，你现在是暗示楼下的人来追你吗？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你可以少吃一点吗？好了，可以下来了，掌声鼓励一下！哇塞，哇，史上第一个这个，好，来给我们下面这位帅哥拍拍手，还好吗？刚刚可以，还在喘哈。还在喘，还请坐，请坐，请坐。好，谢谢我们刚第一位同学的分享。来，第二位同学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欣欣还是燕青？大家好，我们是台大经济啦啦队。耶！啊，你为什么刚刚不上去？哦，我太胖了。你太胖了，你想气死袁惟仁啊？你像这么瘦，叫你太胖。好，那你的意见是什么？我很喜欢戴燕青的《蚯蚓》哦。为什么？谢谢。因为我觉得他把这首歌那个浓浓的秋天的那种寂寞的滋味表达得淋漓尽致。你是戏剧社的吧？你不要骗我是啦啦队。哎呀，还有呢？他唱歌好震撼，很震撼。我觉得听他唱歌有一种很深刻、很深刻的感觉。是是是。对，然后那个寂寞的滋味哦，感受真的非常的深。是。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两组选手的爸妈哈都坐在后面，其实压力很大。五位老师你们自己看着办哈，来请给分。小燕姐，啊，有的时候评审是有点压力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来看分数了。400分，好，我们来看看燕青今天的分数是。谁呀？
对八千四，三十秒定总分。来，准备。出乎意料的战局让紧张气氛瞬间蔓延全场。三十秒清唱 PK 后，郑欣欣与戴燕青谁能留下？会有惊人结果吗？好，今天有两组 PK， 真的是最紧张的时刻。好，先请郑医师往前站三十秒，你选的是什么歌？刚刚带给大家欢乐，那现在想说帮大家疗伤一下。对啊，我个人就是老歌挂，我好喜欢老歌，所以我选了一首《情难枕》。好，请开始。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它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岁月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谢谢，谢谢郑医师。阿青，三十秒准备什么？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因为我等一下想要希望的是可以拥抱胜利，面对面拥抱这样。对，好，请开始。我们背对背拥抱，相拥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你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紧要。好，五位评审一人一票，黄子佼。好的，台湾最流行的就是双麒麟了，太紧张了，我们需要消暑一下。我跟几位评审一样，我很喜欢欣欣的态度跟自在。不过如果要以在歌坛当中能够有一席之地的话，我刚刚的表现我还是喜欢燕青。好，谢谢老师。燕青票，两位人。我很喜欢两位，两位都在台上那三十秒都有抓住我。与其看一个年轻的歌手出来，我蛮期待一个医生可以变成歌手。我这一票给谢谢。长毛老师，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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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轻轻轻 OK， 我觉得这两个都不错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残酷的专业的舞台表演，我要投给